凤顶塔就咁样饮嘅。院长觉仁法师亲自示范佛门用餐礼仪，二十位青年仔细学习，为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二期课程揭开序幕。啊，所以你有冯先生。静坐禅修让复杂思绪归零，学习粉彩缠绕画，领悟到绘画也是一种修行。一行人还飞到台湾高雄本山参加超夯的新的旅程活动，深入体验佛门生活。和长辈开心互动，学员们也走出道场，前往养老院，传递来自佛门温暖关怀，身体力行三好四给，还参与澳门佛光青年团所举办的第八届素食节，宣扬素食互生善美理念。举杯感谢法师们，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一路以来不辞辛劳传道授业。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二期课程圆满，聚焦生命、生活、生死三大主题，规划一系列解行并重课程，引领学员们参透生活就是道场哲理。因为是澳门综合报道。